超过啦，一尾两斤半烧就差不多3斤重啦。啊，你一石斑仔囝要卖一尾啦，要我好一尾年糕啊，石斑贵啊，一尾好抬价到偌济？五十，一尾抬价七彩啊，七彩都差不多800-1000啊，一尾要开1000啊，还800，免啦，这一两斤500好了啦，石斑有人500好了。你石斑仔一定要买有想的，无想你千万莫买，听我说。来啦来啦，安尼啦，有想要食紧的啦，一两三小时就死人去啦，免500。300了啊，七八，哎，四只尔，啊，四只尔，啊，四只，一只两斤半超过啦，300了，现在300块啦。还十班还有谁呀？300块，哎，小心啦，还300块，阿姨来无？300了。哎，谢谢哎，还300块，你别着急啦。200块，你还要七八啊？来了，来了。哎呦，这鸡肯定是位的，看他给他定位，我看他给他保位的。来，张姐，缺呀缺呀，哎呀，三把了，还有三把姐，还有个姐的，该个忙了给他保位，你看，哎呀，还有啊，300块吧，这边小姐姐的，还个姐的给了300块下来，300块六，就分个下来300了。说过了，角度外你看不到的，不代表没有收。如果你这么爱当纠察队，欢迎来现场的站着，跟我一起站着当纠察队。还过来不接下？来黄金仓啊！小兰，什么事情？你来个黄金餐，现在只讲个黄金餐啊！啊，无毒给你，我感觉后生生意较歹啊。个生意歹，我袂晓烧的，袂晓烧的。哦，你赚钱袂晓赚啦，好无啦？我袂晓烧，你赚钱袂晓赚啦。哎，一个黄金餐较紧嘞，这黄金餐有水无水，你家看好啦。有水无水，你家看啊。哎，一个黄金餐紧，我要一杯开偌济？我上加一杯开起2000，一杯开起开偌济？要有开2500啦，一杯2500，两杯开500啦。我最少开3500了，四只来500好啦，先卖500块啦，五只500啦。我包好了，来了，我包好了，还一位两位了，还3位又来了，还4位了，5位我包了，个人还500块的黄金餐，我包好了嘞，我还要钱的，来，对，明天开工资，来我包了，3位我包了，4位5位嘞，我包了，封锁谁啊？我把黄金餐过线500块，我整个结了。2位这些白仓，白仓没有了。关今天没有红条，黑啊有好黑啊了。OK， 哎，这螃蟹要上位，要吃螃蟹要紧的，我这只去啦，买500-400来买300块，这螃蟹不只拢会吃哦，整只都可以吃啊，有人爱不啦？还300了，200了，
两百块来的，两百块的，螃蟹现在能200块了。来这几人？螃蟹200块了，200-200六，螃蟹现在200块了。来这几人？这几人？这几人？新加坡也是学经济。鹅现在鹅变介绍了，爱食鹅啊紧，这鹅有水无水，有大了无大，你家看。爱食鹅这寒人搞鹅贵啊，一斤鹅我开200啊，这一包2斤重啊，现在一包两斤啊，这两包开100400200-800现在，这两包开500-400现在我最强。300了，这包300块，鹅有人买，我们食鹅有人买。新加坡是本地啊 ，OK。300块。三包了，鹅现在300块了，鹅300块，要生了啦，一尾要卖200-200块了，卖三包你要一包了，哦你嘛卖200够硬，200了，200块呀，200块，好啊，啊，食袂了要100块啦。新加坡也是减，香港还100块啦，不到。不过香港最近也开始慢慢要变减。还有这个。对啊。48。小姐，他要这个。他几号？几？100块。还有100哎，我那个现在100块了。帅姐找你啊！来三楼找你。这里要收这个150，一包。老子不好笑。150。蓝天，你要自己过来拿吗？我需要鹅呢。哦，要鹅啊！我需要鹅。我有见过你吗？来，蓝姐。来，老子包坑好不要。来，这几包先卖。我帮你留了，我帮你留了。来，谢谢。来，你跟我讲声啊。虾子对不对？虾子吗？来，500块好不好？一包，我只帮你留一包。大的带住带一个，可以一个大的，比较大的。一份300更好不要紧。要500啊！
500啦，谢谢啦。哦，不得了。好，过来，要下水吗？下水是我包包里面。太贵。帅我啊！哦，我到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安我这安我等。过来，要虾子吧？嗯，我先。哎，我等下我拿着就好了，我拿着。哇，八百背包。来点。把虾子过下来，300块。铁锅蟹300块，你要吗，老板？300块，小姐你要吗？300块。来，小姐过去，小姐来，过来，过来。
你咬公嘛是不是？是嘛咬公？你是咬奶的公，你不是咬公咬公嘛是？还有一些鸡，我啦，我一些叫叫来看哦。你们要买我吗？慢慢买买买。不买，不叫那高卖了，我买别墅啊，我买别墅啊。那高水好卖，阿妈，卖钱我买别墅。我来高卖阿妈，我来。啊，今年我打算开车来啊，今年这是。喂，我来了，怎么讲嘛？喂吧。
七七在用红宝的账号，爱不？今天不去没有。我给你爱不？星期日在丰原。哎，公子，那我已经照过来。哦，一季哦。有一半哦。有啊，哥都在边啊。哎。好羞哦。鲑鱼是冷冻的，阿松切到手在痛。虾子一份有300有500，现在只要买300就对了。正席李炳秀困了，还陈正席